我希望你暂时不要带任何感情色彩。不带个人感情色彩，我就不会走在这儿。那你的个人感情色彩中，就是仇恨你的父亲，仇恨恩莲。我本来是不想告诉你20年前事情的真相。我也想像你父亲一样，给你一个纯净的心灵空间。 因为我知道，你知道真相之后，会给你的一生带来前所未有的谴责。它也会像噩梦一样伴你一生。危言耸听的话，我打小就听过。你听我把话说完。20年前那个雨天，你在家里哄你妹妹阿莲玩，你把你手中的钥匙给了阿莲。 使阿莲误服喉咙，当场卡死。李姑姑，李姑，爸爸回来了！爸爸回来了！ 快，给我妈妈拿张东西啊！好的，妈，没事，妈妈可以。没事，下雨过来，妈妈来接。阿莲，爸爸回来喽！宝贝儿，爸爸回来了。阿莲，阿莲。 心脏病突然发作，死在你的面前。小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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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曜。 是因为怕你妹妹的死会伴你一辈子的阴影，所以他没有告诉你。尽管你对他误解、猜疑，甚至仇恨。事情发生之后，你就不见了。你的父亲发疯般的到处在找你。这件事情。 当地的派出所都有记录，你可以去查阅。还有，你策划欺骗了你的父亲，致使他受伤，住进了医院。你的父亲知道是你干的，他不让报警。宁氏集团的生意大面积滑坡。 你做了很多的手脚，你父亲也知道他没有当面找你摊牌。恩莲跟着你开设计室，他为了你从宁氏拿走了辅料生意，你的父亲也知道。秦尚，试想一下，如果你父亲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，如果是一个品质败坏的父亲。 他会容忍你对他做那些大逆不道的事吗？你讲这些话，你的用意是什么？
我想请你对你的父亲有一个公正的评判。我也希望你不要做那些丧尽天良的事情。你听着，恩莲现在已经有归宿了，你不要再伤害她了。还有，我马上要重新创业了，希望你把我当成你的竞争对手的同时，不要再抱着仇恨的心理，好吗，宁局长？你把你手中的钥匙给了阿莲，使阿莲误服喉咙，当场卡死。你的母亲艾小曼看到了这个惨状，心脏病突然发作，死在你的面前。请进。这么快就回来上班了？你不是说还要再休息几个月吗？这个给你，上面有我的签名，别墅送给你了。芊芊，你别在这儿干了，以你的实力，随便到一家公司都有饭吃。这算什么？算是你开除我的补偿费，还是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的代价吗？告诉你也无妨，您是我不想要了。你疯了吗，艾局长？别的别说了，文件我留在这儿，你去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吧。局长，我可以进来吗？是告诉你，我父亲的骨灰已经安置到我母亲的墓旁了。当初情况特殊，所以没来得及和您商量。另外，我来和您告别，我要离开这里，离开宁氏。离开恩莲。局长，你没有必要走啊。宁氏还需要你。再说了，将来的宁氏是你跟安莲的呀。
你为什么要走？妈，我看你气色不大好，我给你带了些补品过来。补什么呀？妈妈就是累了，休息休息就好了。文佩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呀？她在公司忙呢。我给你倒点水啊。怎么了，文莲？怎么了？我肚子有点痛。肚子痛，那是不是着凉了？妈妈给你倒点热水，一会儿就好了，没事啊。
先生，我想寄东西。那麻烦你填一下这个单。师傅，麻烦您快点。还能快点吗，师傅？好嘞。这是先兆性流产，会不会有危险啊，医生？在妊娠前三个月呢，容易出现这种情况，你可要千万注意了啊！你这个身体情况，可不允许你再怀孕了。啊，你好，是您找我吗？哎，你好，宁小姐。啊，您请坐。我是艾局上委托的律师，他现在决定将宁氏集团和艾氏物流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您，这是文件。他把艾氏跟宁氏都给了我，那他人呢？他人在哪儿啊？哎呀，这我不知道，我只负责办好艾总交代的这事。请问他为什么给的是宁恩莲而不是他妈妈？为什么又把他的艾氏物流也给了宁恩莲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对不起，我不清楚。文佩，你怎么了？你在怀疑什么吗？他是不是知道了？什么呀？没有他孩子的事，不然他为什么把股份给你？他没有道理这么做。宁氏是我父母的，我必须拿回来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也在力争帮你拿回来。既然他给你了，就把宁氏还给你妈吧。可他的艾氏物流，你要他干什么？咱们家缺钱吗？对不起，我口气太重了。我明白你的心意。我怕局上他别有用心。文佩，你就那么不信任我吗？安莲，我真的太怕失去你了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我去上班了。本来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，可是我今天不知道从何来说起。局上，他不恨你了，他原谅你了，你可以瞑目了。心之啊，我没有经过你的允许，我把事情的真相都告诉了他。
知道这样，这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，你也不会那么早就离开我了。看到自己的儿子亲手把自己葬在了母亲的身边，你一定觉得欣慰了吧？只要你觉得幸福，我也就安心了。肖老师说，恩莲是他的亲妹妹。如果是真的，我会让他们相认的。菊上走了，菊上离开了这个城市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的。他是你的儿子，宁氏需要他。局上真是彻底醒悟了。既然他把宁氏交给了你，那你就好好管理啊。这不行的，妈，我不懂管理的。这就是我们宁家的东西，这叫物归原主吗？按照你现在这种状况，管理宁氏，文佩家会有误会的。这样吧，妈妈先替你管着。有件事儿呢，妈妈一直没跟你说。这块布呢，妈妈把它珍藏了20多年。算算它呀，跟你的年龄一样大。妈，您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我知道，谁都不希望一个母亲亲手把这些事情告诉孩子。过去你的爸爸也经历过磨难，甚至家破人亡。妈妈为了全身心地照顾你爸爸，决定一辈子也不要孩子。你也应该知道，一个女人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它意味着什么。后来你爸爸怕我孤独，就跟我一起到贵州领养了你。这块布就是当时包着你的那块布，妈妈一直珍藏到今天。妈，您现在告诉我这个，是不想要我了吗？不是，我不相信，这是您和肖明编出来的。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恩莲，那如果他真的是你的亲人，你就狠心不认他吗？眼看着一个个亲人离去了，想抓都抓不到，这种感觉有多痛苦，难道你没感受到吗？有亲人的感觉多好，多一个亲人多一份幸福，你知道吗？妈，你就是我的妈妈，我就是你的女儿。你是我唯一的女儿，你是妈妈的闺女儿。
妈妈就你这一个女儿。